8月24号，有媒体爆料称李现和肖战将要合体拍某杂志封面，两人分别是今年暑期档大火的热播剧《亲爱的热爱的》和《陈情令》的男主，也随着作品的爆火迅速走红。不得不提的是，二人也都与小花杨紫搭档合作过，虽然这是他俩第一次合作，但也还是挺有缘分的呢。两位都是人气演员，好期待他们的合作呀！芒格拉新闻，两大流量合作，不知道会激起怎样的火花呢？好的。